放松，带点微笑，不够尖。哎，这个好。陈国荣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，成龙大哥诠释的非常完美，非常好。我也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武打演员、功夫演员，我还在努力的学习，我还在努力的去往那个方向去走。那个时候我们拍戏，拍戏要拍那个也很假啊，还要喷汗。我们以后拍戏就是从这个片场走一圈回来，这边开机，这样子拍戏的。你好像你做反派那个时候带这个，就是你在那边也顶住，就啊，把手套一丢，啊，一过来之后，你这个人那个情绪就会在。明白了。嗯。那我帮你顶着来。你们这些人，会有感觉吗？没有感觉。找一个目标，看看这些人，你们这些人，哎，这个就像，对。钟大哥教我们把那个妆如何激发自己的这种情绪释放出来，可能自己想来想去你也释放出来，你必须要刺激自己的身体，让你的这些感官打开，让你的这些肾上腺素提升起来，让你的整个荷尔蒙爆发出来。哎，我看来这样侧进来啊，对，哎，一二，你这是了不起吗？半个小时内找到我，这个蛮难的，你要吧自己憋红，你看，你哭，啊，你哭的时候，首先，呼吸，啊，你自己放手，对不对？明白了。嗯，一下子就出血了。对，你没有这个东西不像。对。你真的不行，半个小时内跑。哎，这个就像，对，再化一点脏妆应该可以。哦，钟大哥教我们用憋气的方式让人的状态会有变化，一段戏啊，怎样情绪连贯，然后怎样把这个情绪达到最饱满的一个状态，它是一整条的下来，我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海里，抓着那个人往后拉啊，那种放松，带点微笑，不够尖，哎，这个好，OK， 可以啊，不错。马上上场，你就是我，陈龙，你就是吴彦祖，加油，加油，抓好这个机会，好啊，加油！加油！记得我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所有爆破是不敢做，
我们拍戏，拍戏要拍那，你很假。找一个目标，你这个人那个情绪就会在。明白了。那我帮你顶着来。没有感觉。叫叫哥，哎哎，你哭。你不是很了不起吗？一下子就出血了。哎，我看来。一段戏啊，怎样情绪连贯？它是一整条的下来。放松，带点微笑，马上上场，你就是我。拍戏一定要真听真看真感受，互相交流。如果杀了我能消解你的恨，现在就拉下扳机。给一点爱的，不要笑，很认真，就是感觉是天真。不要离开我，这个感觉上。哇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，你恨我？还是断掉了？现在你已经报仇了，你还要？长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行，难道一次都不可以？其实有进步，我看到你是很多内心的戏，可是有一些你把握的不好。演戏其实是双方的，你要给别人，人家才接到什么。就是哎，怪我？不怪你，其他的你没太大的问题。我们这个阶段只有11个角色，可能有一位会落选。海琪，两位，我选你。黑衣服的韩学来试一试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没事。你突然觉得，就大家都不选我，我有那么差吗？不能让自己就是空在那儿了，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不可以。来了来喽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剧的剧本就很好了，只是怕我们排演的时间不够而已。我爱我演的每一个角色，可谁爱我呢？觉得太凶。可是力度真的很难把握。你说你，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来，赶快。英子，活力啊！欢迎收听无限电台 FM， 欢迎收听无线电台 FM。各位无线电台 FM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韩雪。啊，今年会的，已经其实好多年没有，因为往年很多时间都被春晚占了嘛。如果今年不去的话，那就可以留时间跟家人一起过。看老说话很娴熟，按季子啊。不要这个过程，我要这个过程吗？但我这可能是，我这可能是个迷你版的。所以大家也会包饺子？会，因为我爷爷是一个山西人，所以我就是从小会一起帮着包饺子，这个还是比较擅长。对，这个说话也非常顺。就这个，我曾经有一天在那个片场，因为实在没有那个没有擀面棍，最后找到了一个维 C 泡腾片的瓶子，就用它在也可以凑合吧，反正也可以做啊。过年的时候会有些必备的年货呀，家里就是如果吃的话，其实还是会买一些小零食，比方花生啊、瓜子啊，什么炒货会买一点。然后现在也不让放鞭炮，所以可能家里就会买一点那种就是春联纸，自己回来写春联。对，年夜饭会。年夜饭，我们家其实到春节的时候，不太会出去吃饭，还是会自己家做，所以每人会贡献一点菜。像我妈妈就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的菜肴，鱼啊、肉啊，像我可能就会搭配给她做一点点西式的，做一点牛排呀、啊，或者做一点点什么那种，或者做我们就会一会混，会再做个披萨呀、啊，然后烤点什么那种，就是。有的没的。过年的时候会抢红包吗？就是好朋友或者亲人的群里面还是会，如果要抢红包，亲友群里面看见有时候会顺带抢一下，手气正常吧。更多是担当那个发红包的角色。对，或者我有时候就是，而且会有时候为了避免大家就是抢多抢少不高兴，会发一个那个均分的那种红包，比如一人就是200块钱，那大家就都是一样的。一个新年的祝福。对，这个包的好。
无线电台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我们一年四季都吃米饭，然后吃米粉。